这个是小朋友的作品，叫做六指琴魔。那我们在这个木板上面钻了两个洞，一个用来放 LED， 一个用来放光敏电阻。那我这边做了六个按钮，因为我们的 S4A 刚好可以控制六个输入，然后六个输出，所以刚好就做了六个按钮。所以左手呢，这个是用左手，然后右边多一个组合键，那么作品的背面，各位可以看到作品的背面呢，是用铁钉，在洞的两边各钉了一个铁钉，然后直接把电子零件，把它连接在上面，这样子就不用焊接。这个灵感是来自于小朋友的弹珠台，灵感来自于弹珠台。然后呢，线呢我都把它收在一起，然后它的电路是这样子。这边就是控制那个由 D0 到 Arduino D6， 这边写错了，是 D5、6、9、10、11、13这六只脚来控制 LED， 然后接地，然后在六个输入的地方就是给5伏经过光敏电阻，经过 10K 电阻接地。那然后中间的这个地方，我们就把它插上 A0 到 A5 的侦测的线。好，那收线的部分呢，我们使用那个杜邦的接头，来收线，就会整齐又美观，那这个就是 A0 到 A5 输入的六只脚。那我特别在第一只脚把它变成不一样的颜色，这样子比较容易在接线的时候比较容易区分。然后这边是电源，5伏的电，在这个地方这里是5伏的电。然后这边就是 S4A 能够控制的5、6、9、10、11、13控制 LED 的输出。所以大致上就是当我按下，当我遮住这个光敏电阻的时候，电脑里面的数字会变小，然后呢我就让它发出声音，而且 LED 要亮。